你已进入特殊情况应急处置 Villa 体验场景，点击体验按钮开始场景体验。着火了，可通过以下方式报警：一、按响隧道内火灾报警按钮；二、通过隧道内紧急电话或手机拨打12122报警。请拿起电话，电话拨打成功。请拿起安全锤，请使用安全锤敲击此处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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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使用左手拿起毛巾，请使用右手拿起水瓶，请将水瓶中的水倒在毛巾上，请用打湿的毛巾捂住口鼻。烟雾浓重，请弯腰前行。前方发生火灾，请阻止此人回车上拿物品的行为。当车辆在隧道内发生火灾时，应这样处置：一、拨打12122报警；二、远离火源；三、用水浸湿衣物捂住口鼻逃生；四、不要贪恋财物返回；五、等待救援过程中，在确保自身人身安全时，往密封方向逃生。